接上电之后把闸合上，然后这里是向行选择，然后你继续，比如说点这一个，因为刚开机啊，设这个归零设定一下，输这个纸板的尺寸，比如说100，这香膏，然后开片，这里有修边，也可以选择不修边，可以选择修边，这是接纸的长度，就后面的，这个门幅宽度是纸板的宽度。需要调到一个半板，这个第二张纸板过不去，下面有一张呢，第二张纸板过不去，这就可以了是吧？然后再把它推过来，这里有锁死的，推好之后把它锁上，这里可以管松紧，然后纸板放好之后把它挨上，不用挨太大劲，挨上紧上就好，这里有一个